No time. You old. I young, 好吗 ？You marry me. Really? 暌违多年，重回荧光幕，艺人 Billy 在新戏《妈别闹了》饰演60岁仍勇于求爱的妈妈，和贾静雯、柯佳嬿在戏中演母女，有不少精彩对手戏，更有许多名言金句。女人的婚姻就是事业，离婚就当做之前，我儿子懂天，老公挂了就当公司倒闭。剧中 Billy 对于感情的态度相当前卫，强调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年轻是一个素质。我要结婚了，哈，结婚。Billy 说，演了这个角色，希望能让观众思考对于婚姻的概念，能够用更欢乐、更无厘头的方式看待婚姻和感情关系。现实生活中，他也大方谈论交友条件。他要了解我外形，外形啊。帅就好，一定要帅啊！会穿搭，会懂音乐啊，会喜欢旅行，很幽默啊。对，没有这个人，有一定有，一定有，只要有碰到随缘。戏里戏外都走在时代尖端，预告释出引起共鸣，令许多观众都相当期待正式播出，也赞叹 Billy 久没出现在荧光幕，一现身表现就令人惊艳，引起网络热烈讨论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在台北报道。